现在我们坐 Grab 去康乐，因为我们没有去过康乐，要去那边的巴沙马兰 try 那边的食物。嗨我们终于到啦，但是这里很像很多车哦，还好刚才我们坐 Grab 过来很难找 parking 哦。careful 这边有很多洞，不要踩到。这样拍下去的话，我们不懂要用多久才能走到里面了。我们来 try 第一间臭豆腐，什么？很臭啊！可是它吃下去很臭。这个是臭豆腐，闻起来很臭，不过吃下去不臭，是吗？是这样子讲吗？没有，你吃你就知道了，我感觉很臭。哈哈哈哈哈！来也很爽。会呢？哇，这很臭哦！我能够接受哦。你能接受？没有看到没有表情？我觉得是有臭啊，可能我嘴巴已经臭了。我第一次吃臭豆腐很臭，我嘴巴平时很香啊，现在臭去了，不会特别喜欢吃啊，我是不会吐出来啊。不能拿我嘴。Excuse me。臭啊！Hello， 佳佳。我要找那个 unicorn。unicorn， 佳佳终于找到她要买的 unicorn drink 了。哎，还有很多 unicorn。你淘宝店摆这个呀？好喝吗？没有很好喝啊。哇，然后很可爱耶！我不是说这个东西啊。你喂我水，第一只说话的独角兽，会漏风的哦。我可以吹。你要几寸呢？一寸就好。够用。高跟鞋不用太高。对，这样才不会不小心跌倒受伤。对。你在买什么？我在买 orange， 一个 orange。有两只糖吃哎，不如我们用一只好不好？不好。哈哈哈哈哈！直接拒绝啊！他的 plastic 也特地去买了好长的薯片，现在我们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吃。OK， 就这边吧，这边很亮，而且看起来很安全。这个是其中一个收获。尝。你吃过吗？这个。没有，没有。什么味道？马铃薯味很重。它的 sauce 的那个味道很重。我们这是香辣口味的，它其实有很多种，大概有九种，然后一盒大概10块。安全要开吗？彤彤。开呀。其他的表情，它 cheese 的味道太重了，太重了。四分给几分？七分。一分呢？啊，一分。我觉得有4-5分啊。4-5分，刘佳。差不多4分。4分啊。来，我们试看这个。哇，拿出来，宝剑。这样吃，这样拔吗？脆了，脆了，刚刚炸好不好？这个其实还哇，蛮久了在夜市，但是我是第一次吃我从来没有吃过。快，脆啊！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，它放很少盐那些而已，好像是。连辣味都没有Deep fry， 摇头了刘佳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刚才那个薯条，如果我给7分，那这个我给4分嘛。哇，而且是有一点漏风的感觉。你买多少钱？5块。OK 啦。OK 啦，一分钱。OK 啦，对对。鸡要摔吗？鸡要摔。鸡可以赢吗？鸡给你赢到多少分？这个好喝。这几分？哇，9分，很高哎！我真的来可以吐掉，其实可以吐掉了。哦，吐掉了！哇，好压轴啊，这个。这个是网络上前一阵子一直看到很多人在 po 的，就是七彩的 pose， 它就是一拉开的，它就是有颜色，看到一点点。有看到彩虹的颜色吗？吃了明天变彩虹的、哎、不够烧啊，它的 cheese 硬掉了。那热的话应该会很长的，因为我们走很久啊。它就像 French toast 的味道，它中间的颜色很像没有味道这样。色素来的吗？它只是放色素而已。就是喝这个要配这个，就很像一个 package 一样。可是档口离很远。这个超难找的，我们走了差不多，我走了2轮才找到哎，因为它档口围满很多人。这个饮料跟 unicorn。13.9，但是如果你要拿到这个水槽的话呢，你就要在它的背景。哦，
哇，还来还配小。你是第一次，你跟 Clarence 还有 Dennis 来过 KL 这么多次，对，这是第一次在 KL 走巴沙马拉，对不对？其实之前很久以前去过吉雄代了。哦，吉雄不是巴沙马拉买的，它是一个街。但它是 night market， 而且是整个 KL 最 hot 的 night market。啊，最长啊。对，哥，这个是算巴沙马拉，本来我是打算拿一个桶。哎，是谁的后面的？江涛。喂喂喂。又是偷马铃薯了。喂。哎，我们就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喂，哎 ，Dennis。哦，小孩子请不要学，虽然他是很省食物，可是很肮脏。那边不知道多少蟑螂走过。这一个就是刚才我一边买一边走一边吃的那个水，这个我给八分诶，这个我蛮喜欢的，因为我很喜欢甜品，不过又是冷冷这样的水的东西。如果希望我们下次再来做这样子的东西的话，记得留言我们讲，记得点个赞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这里订阅我，也是可以按过去这边订阅他，也可以按过去那边订阅来人。就到这里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刘佳，你要走了啊？你舍得我吗？拜拜拜拜，刘佳，拜拜。拜，你妹，你给我回来，Dennis。